哎，你那个小面包是哪一个？就这个，锅盔。哇，怎么着好吃？嗯，好好吃啊！说句心里话，今天真的是饿了，大家都有一种丧心病狂的感觉，特别下饭。 真的挺好吃，都很好吃。今天还在那边介绍这个减脂，那个减脂，然后晚上就开始狂吃。饿了。哇，小曲这个好好吃。 小曲吗？好吃，你是我朋友，你是我朋友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小曲这个，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嗯，好好吃，很香哎，你这很香，好畅销哦。 哎，对，赵薇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你那个蛋炒饭拌我这个好好吃。你吃这个蛋饼吗？蛋饼我就一般吧。一般吧。别吵架。蛋饼真的很一般，就打70分。那70分可以。 哪个老师要想拍我的特写啊？可以举一下手吗？我这个很厉害哦，我是所有人的菜都在这里面。你要拍吗？你要拍吗？你有用心的拍，用感情了吗？压力好大哦。<笑>不要紧张，你可以的。耶！ 好吃，好好用心吃哦，这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。